这一次受报的犯罪集团，他们的手法大部分以恐吓取财、泼漆毁损、聚众斗殴等暴力犯行，来达到这个向被害人催讨债务的目的。另外，也有用谎报汽车失窃以及制造假车祸等手法，向保险公司诈领保险金。目前清查，总共诈领保险金额高达539万元。那相关部分还在持续清查当中。那在此也呼吁有遭受竹联帮、人堂、红人会以及天道盟、不倒会等犯罪集团迫害的被害人，勇于出面向本局制作被害人笔录。那么我们也持续会扫荡帮派，让民众安心能够过好农历年。